就读建中，那时候看到同学们，这个有来自各县市，有来自台北市哦，各明星国中，所以我那时候想，也许我这个以后的人生就不一样了。那其实哦，建中真的是人才的摇篮，当年也许的联考制度，让这个当年不流行社区高中，所以有很多来自像桃园北上就读，我就是所谓的外地生。刚刚